谁呀？也没有人儿啊。더 어려운 일 없어.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学个一技能。길만알려줘난언제나최고지等一下啊、哦、别着急。好，我们也译一下。这小子连防御天赋都不带，挺有意思的。你是掉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呢？你干哈呢？期待了的。你不知道你的技能能躲，我的技能躲不了吗？插个眼儿的，跟我卡兵线，咱属实是没啥办法。不要了这车，哎，给你了。回家。他应该卡不住，没事。呀，差了30块钱。这挺难办啊。我们等一会儿吧，没事，反正兵线是往出推的，等一会儿。阿古里汤也死了。哎，我刚才算的钱够啊。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적을처치했습니다그게전부냐我这波可是出来的啊，我可是回家出来的。哎呀，我不是刀锋，我是刀锋就好了。这旁边有人，我一寻思旁边就有人。你是不是打不过我，小伙子？没事，他有粑粑，我们没办法，没办法杀他。这波他有变成粑粑，不能再扛塔了，再扛塔扛一下我们死了。你不怕他闪现欧欧你啊？
언제나 최고지. 这直接上去就点燃就干他，这就磨磨唧唧的感觉，磨叽啥？直接给我抽死！回血别死！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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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这波兵线给他推过去，这玩意儿那都不值钱了吧？零杠四了，行，差不多三层塔皮，我直接闪现，再见。不给你这个机会，来个小布甲还闪现有点贵呀，1800还差。这波我们从家里边出来，不知道能不能有个1800。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不反了，不反了，算了吧。这稻草人给我给的视野挺足的，上面在野区给我给的视野特别足。谁死了两把？中单死了两把。시험해볼까？3 2 1。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我说实话，你俩还真就打不过我。그게전부냐？三个人可以，他去中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好了的话我们就把他打皮吃了挺恶心的大完以后那玩呢他妈的里边用防御塔我操
不打还不行。躲Q就能打，咋躲呀？那前面有防御塔，我们也不能扛塔呀。打着了。他应该是有传送，我估计。上路这波咱就不去了，我估计他要走了。我们先去打个红，然后帮队友打条小龙。去小龙。这你稍微等一会儿。喇叭人搁那干啥呢？来，小龙。假装走一走，其实不严，这能走吗？塞纳 W 的好的有点快，这里很明显没有视野啊，在这等一会儿。要杀就先杀塞纳。技能是真他妈的多，这个塞纳我操真能跑，没有位移的一个英雄能让他跑成这个样子。跑的是真快，沙米拉让稻草人杀了，挺好。光头让铁男给杀了，光头为啥会被铁男给杀了呀？
길만 알려줘. 누가 감히 내 능력을 의심하지? 我应该能打着铁男，整他一下啊，看他出不出来。他去这边了。이제시작이야。潘森会不会飞呀？好恐惧！回家出蟹手。铁男为什么一直有光头的属性？可能是因为光头菜。系统判定他的死亡。모든상황에대비해。真的，他一直有光头的属性。你给我干他！峡谷应该能打，峡谷还是小龙选一个，我们全都要。你们自己打的吧，我在这打。布隆抢了我们100块。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哎呀길만알려줘你跟谁俩呢？啊？你是觉得你又好使了是吗？是不是好使了？你大爷！这么多人，给我下当了。这波 AD 没来双杀， AD 来了就不行了。把红打了，
粑粑人跟铁男是那啥了，是吵架了。长战的七百家，光头有没有传送？我传。不行，不能上。我们直接放峡谷。哈哈来了，他没放出来技能就死了。你踩我干嘛？哎呀，没事啊，问题不大。虽然我们死了，但是我们把铁男带到了一个有队友的位置，可以接受。亮个光，来个大龙。哎，这里是有针眼儿是吧？小龙可以要，40秒小龙，把他们家视野排一排，然后把跳弹打了。在这一直等是不是也不是个事儿？你们打吧，我去下路收线去了。你大爷的，你给我大假猴，像个精神病似的，你给我还敢担待？你是个屁，你担待。不用管了，别急啊，别急别急，打不能往上走。好，给我杀了，漂亮。我们刚才一定不能往布隆的方向走，只要被潘森踩到那就是必死，我们一定得一直跑。那粑粑人没有伤害，拖到队友来。哎，可恶，他怎么还有大呢？点死他！他刚才没放，我是有感觉到他要打我，你知道吗？他一直瞅着我要放E。
不过我还是没躲开，防不胜防啊。西地流是铁男，专业下灯嘛，换上灯嘛。那人家要是出沙出水银了咋办？如果铁男的大招没有办法被水银解掉，那确实是可以。有没有什么击飞的英雄？玩点吸地流的行，那水银解不了，专业下等马换上等马。你们这也不行，看我的啊！看我的！来个晚上，对，你们搁这玩啊！哎。给他来波飞机抽奖啊，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来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